关的阶段了哈、哦。那我们就是说呢，把这些污泥呢经过沉淀了以后哈、哦，然后呢进行了我们的固液分离的一个过程。哎，那固体的东西呢，我们就把它浓缩了以后呢，可以当成我们的肥料。哎，那液体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再经过我们的植物呢，把它的重金属呢这些吸收了以后呢，还可以再重新再利用呢，哎，当成我们其他的地方的这个浇灌之用。哎，